风这个情况哦，超过38%以为这个财政部的部分哦，所以已经控董事长弄财政部的牌。哎、啊，但是这边不是明文化，明文化呢，另外根据这个沙宾奥斯里这个 Act 哈、哦、来做，这边有什么 IFRS 这个会计准则，而且是做技术性问题，不然做呢一定要找这款人才来进行这个公司的治理，哦。啊，我是呢，我是1998年1996年的时候，我建议讲两水合一吼，爱心财政系统上财政部长就推荐我去接一个公司的董事，可是我做一过，因为做上活动啊，我所有第一届我去做董事的身体，董事伊就拢离开啊吼，啊我算解雇啊，解雇中间哦，我拢去这几年拢去上这个公司治理的课程吼。啊，因为我读财经，所以有真一部分即个较了解。不过咱来看是讲吼，将来这问题足济，因为即摆虽然讲有这制度吼，但是执行上吼也是有足济漏洞的所在。啊，若无比讲伫这个2000年到2008年时，台糖入去遐济财产，哦，当然啦。但这也是目前了看得出三个代志，可是有时间，这个经济那是，哦，这个即摆景气改善还好吼，但经济有时间吼，咱崩盘也是泡沫化的时吼，迄政府的公司债务就发生问题啊。要不然，无那是讲，伊1990年的时，银行外行话以外，足多人唔知讲，银行外行话对台湾的伤害足大个，哦，啊，但是到1998年的时，陆先生的风暴以后吼。伊即个对6000亿变做个2000亿个，迄个金融不良资产、不良负债、不良债权哦，迄是用咱足大个力量去解弥补，用咱纳税人的钱足侪钱来解弥补。这个 RTC 的钱吼，是一点，像讲这个中央银行哦，用7-8亿去甲收购起来呢，个烂摊子收购烂摊子哦。啊，所以这金融部哦，像这里面啊，这个管理变做将来足重要。但咱希望讲。有的人在经的这方面爱需要去做研究，因为有时间咱来接上接这保险企业，一定爱有人才，所以请大家需要留意这方面的发展，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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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不是要听你真的吗？经济观念的、公共行政的、人事管理的观念啊，财务管理的观念啊，还有经济、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跟现象的分析，而且来对危机论跟事故来哦，来上图呢，将来希望会当做一些传播，来训练咱的政府人员哦，来会当将来接这个政府的时候会当顺利安尼。我来做这个补充，我来就要开始，来，这个，林道长，我来。
大家各位行员入座。来，咱们做成果啊！哇，天地！加力！加力！大家，咱顶甲山吼，咱想要去收花吼。我知影讲，因为较歹势，即届就是有真侪花拢真水，啊，但是吼、哦。就是准备了，较无遐尔啊冲击吼，大概有办法咱去啊改变吼，啊希望讲咱会当练习的歌曲吼，会当常常来个回响吼。啊，咱过来复习昨天，啊昨天唱迄个《福尔摩沙颂》吼，即个《福尔摩沙颂》是一个我爱先介绍一下吼，恁可能会看到即个名字，敢若嘛是无姓郑。也叫做政治人，我跟我本人一模一样。我是刚刚一家路行的时阵吼，啊，因为一个会议内底，迄个我看到我的名牌，伊先甲我讲，我、哦、你就是政治人，我讲嘿，就是我本人。啊，一旦伊先真欢喜甲我讲，哎、欸，啊你敢带雨水？我讲哎嘛是嘞，我故乡的雨水吼。哎、啊，我爱是真唱歌，我讲，哎、欸、对，我嘛小歌，我嘛是来哦，哦，哎、啊，伊叫我甲讲，伫1999年哦，哦，伊讲1999年，咱发生一件代志哦，啊，你伫遐唱歌，我蛮足感动的啦吼、哦，我讲敢有啥物代志，互你遐感动？伊讲我迄九二一大地震了吼，我怎甲讲哦，歹势，迄是我以为哦。所以你无遐感动吼，遐毋是我分啦。啊，小二位地震嘛是我家摇的，所以跟我无关系。所以你会当了解讲，这个《福尔摩沙颂》这个作者是拄啊好跟我同名同姓，安尼尔，啊，所以你唔当误会吼、哦。来，咱即摆个过来一届吼，咱请迄个试试帮我们。啊，我正好特别介绍一下吼。哦咱有发现就讲吼，哦，这咱请郭牧师会当处理的是我，互恁欣赏就讲，啥物叫做真正的歌曲吼，歌曲，啊，这是真水吼，咱来听下唱好嘛样的，来，好、哦，咱掌声鼓励这个郭牧师吼，咱欢迎，来给咱特别点唱一首吼，《福尔摩沙颂》，哦，你看伊的音符吼，迄、哦那个。真水，好、哦，来先听笑话来啊，好。我咱的梦，咱的爱，牵着了不可分的鸟，
啊，咱特别我甲讲，啊你来哦，这些歌声是真好，伊嘛甲开玩笑讲。去用黑熊吼，就讲，干嘛走袂去吼？来，我给你来一句吼。但是我要讲吼，咱唱歌不是去学黑熊就可以当高手吼，咱还有这个感情，你才会唱出这个这么优美的歌曲。哦，你若无感情的时阵，我相信你更加高唱歌，你嘛是无迄个意义吼。所以不管咱今日不是讲你是高唱喊班，但是咱若表示咱的感情若出来，我相信这支曲是真水。好、哦，来咱请大家开放咱的迄、那个吼、哦，咱放轻松吼，咱放落轻松啊来唱歌安尼吼，这真水。来，咱甲咱赶快吼来这一首，来，咱先来。感觉讲迄种快乐是非常的好，唔是讲迄种的得名，还是讲比赛冠军迄种的快乐，是感受到讲，咱若听到这个歌曲的时阵，你会感觉真爽快，会感觉足欢喜安尼。所以我直接应该大家讲吼，有当时啊，我问过咱的青少年朋友，他们讲。伊话你刚捌去欣赏到咱台湾的民谣，伊家回答讲，无啊，迄我拢袂晓唱。我讲，啊你会晓唱的歌曲是啥物款？伊家讲叫做，忘情水。讲是啥物叫做忘情水？讲，啊就是吼，失恋了吼，啊真难过，啊你杯水啊你袂去吼，啊就拢袂去。哦，啊就真，啊就拢痛苦拢袂去。哦、哇，咱的少年人啊，变到这尼啊，无迄、那个，吼、哦。但是，我甲表示讲，咱若来真真正正唱咱台湾的歌，你会发现着讲，哦，这种歌是水，比你去看迄个水姑娘啊，还较水。我今日来唱歌吼、哦，来唱这曲，然后你们，吼、哦，迄个比看水姑娘啊，迄、那个心情啊较爽快。哦，因为咱若人做伙吼，你感觉讲，
有当时啊，看到即摆男女之间迄个友情还是感情也好，拢是短短时间，两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月一年，啊，就来发展去。我感觉因是安那安尼，因为因伫内底心的内底无一种道理。啊，我甲恁介绍吼，我甲阮太太熟识吼，是熟识十几年，啊，才来结婚吼。啊，是安那，我嘛想讲奇怪，哪会遮尔啊遮长的时间，拢会一直做伙？原因就是伊真爱台湾民谣了，啊，我嘛真爱。啊，平平拢伊嘛带二岁，啊，所以对着故乡的一种感情，大家就无拢会讲做吼无怨无悔，大家来抱着一个美丽的梦。啊，我感觉讲即卖梦在咧达成吼，所以感觉唱这歌是愈唱啊，就愈有一个愿望。我感觉人我伫愿望内底是非常的好吼，真水。所以咱等下会当唱哦，较轻快。我给好来，来过来试看看，好来。因为咱真正有看到咱的梦在倒位啊，吼，咱这个梦不是你梦过了，啊，就准好过吼，实在是真水，吼，所以当你一个人的时阵，还是真侪人的时阵，人甲人要做伙，不是讲吼，咱今来做伙，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吼，尤其讲实在，我有当时啊吼，看到咱咧唱这个。卡拉 OK 的时阵，伊来办公家己去戴耳机，啊，豆豆唱，安尼我是感觉还佫会使接受吼。啊，是讲伊的歌声是特别水，我感觉嘛袂歹。但是我常常住伫阮遐吼，因家的大房拢特别开响足大声，啊，然后向对阮家的一边过，啊，甲唱哦上大声，啊，就甲唱落去。啊，我感觉讲伊大概拢会去唱一首曲吼。实在特别，伊若开始咧试验、咧开始唱的时阵，我拢唔知迄个歌名是啥物，但是终于听，终于吼，听到落尾才知讲，伊真爱唱一首哦，迄一首叫做《咕噜》啊。我感觉讲奇怪，这个《咕噜》伊乃唱啊愈唱愈欢喜，啊，我了解到就比较方便讲，伊乃感觉这首歌你会怎办？伊才答讲。哦，伊一生内底吼，就亲像母乳咁快，啊，互人去安尼摇来摇去。哦，我讲，我甲伊讲，唔是，我看你唱是唱吼，陪人去摇来摇去，伊讲唔是，
我拢甲唱作互人客又来又去。所以你会感觉讲，这个姓台湾人已经甘愿安尼红标我记，所以伊甘愿做侮辱迄种生活。我从来毋捌听过这首曲，但是我听唱差不多两年。我将来我嘛要唱，但是我拢无毋捌唱，我拢毋捌去甲唱过，但是我听咧唱。所谓台语歌，这首我着真熟，因为我打算听两年，听到已经吼，我拢知影讲哦，原来侮辱的人生就是安尼。哦，啊，我袂，迄个，我是袂晓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剧无共款吼，就是讲，咱若如果唱唱十年，啊，甲这种唱侮辱的这种歌，遐你甲唱十年，啊，然后能够比较落去。你会发觉到讲，侮辱的生活是愈来怎规律？伊过十年嘛是唱侮辱，伊嘛不至于讲啊无毋啦。但是咱的台湾，哦，在迄，你若渐渐甲唱，渐渐甲唱，唱了时阵，你会发觉到讲，咱抱着真水的梦，亲像咱一代过一代，因为虽然咱这代有滴仔较无毋啦。相信伫我阿公迄个年代，伊嘛认为讲啊，我即代是无五万，但是伊无是即时，管你伫倒位，因为伊有下一代，咱嘛赶快。虽然咱即摆路还未完成，但是咱后一代、不后一代，下一代比一代更较好，毋是像侮辱一代比一代，吼、哦，一世人做侮辱，啊，过来毋知要做啥，我毋知影。吼、哦，后来。咱即摆过来唱第二首哈，第二首是这个天佑台湾，天佑台湾哈。这首嘛是这个作者做哈，唔是讲我特别爱听伊在曲哈，因为这个曲内底，哦，你会感受到讲，叫一个导师，是一个咱心爱的国家。我捌看过。这个中国人吼、哦，甲咱台湾岛海岛的故事真正无同款，无同款就是讲，伊真惊这个海，吼、哦，伊真惊这个海，伊感觉真怪去面对海的这种惊吓，甚至伊中国社会又认为讲，挖着海，你袂使挖去，所以伊有一个故事。用国话来底讲，叫做敲竹杠。你敢不知啥物叫做敲竹杠？叫做揩油吼。但是为什么叫做敲竹杠？因为中国迄边是禁海政策，伊不爱让你挖去海，就是让你不爱让你有盐。啊，因为较早盐是爱去海安尼打出来卖，啊，你要打较济盐厂的倒位，厂伫迄伊德国内底。啊，所以迄个当迄个检察官员，伊只要也是差别德国啊卡落的时阵，迄大盐的人较紧钱，咱落去伊落地下落去。啊，所以叫做敲竹杠，厉害。啊，你卡的闹地下的时阵，你就赶紧去甲督促，啊，若无的时阵，哦，所以因用个性，真伊啊去卡人迄个扁担的竹杠，因为咱讲袂去。一定是造成啊，固然这个卡，但是这不是咱台湾人的性格，不是咱的个性，咱是正正当当，咱挖着海，咱就是靠着海，咱甲海这个感情，这个都是是这样啊水，所以咱拢真容易去甲拥抱吼，咱住伫海岛的国家，这就是咱正甲海岛的精神，甲中国完全无共款。来，咱来唱首《天佑》，相信咱早有唱过吼，爱当一届比一届更较好，来。Yeah.
去想到一首歌，是书名迄、那个，哦，伊讲四百年来台湾拢总是无五万，所以这个子孙吼，我像拢一直无看到咱到底子孙是安怎。我记哩，伫我读高中的时阵，我写一个作文的题目，迄时阵伊拢叫咱看一个物件叫做梅花。我看到阮同学真侪看了这个影片了后，有人哦流目屎，啊，然后去甲写伊的心得报告讲，这才是咱爱国的精神。但是我对头甲看到尾，我唔知你写啥物货。啊，这首曲对咱来讲的意义嘛，唔知是有多位。所以当老师讲，你一定要交出来。看电影，互你看久啊！结果心得报告，刚才我刚刚捞一支，就是作孽的孽。我唔知你是想让应该用一支字代表讲，哦，我看了梅花这出影片，刚才捞一支就是孽，哦，作孽的孽。啊，老师的看法讲，想啊，因为我感觉老师真比较形象哦，应该爱来讲，侬讲你想啊，用这个字来代表。伊拢唔是，伊就安尼乌白眉乌白眉，啊眉到落尾，都叫我定下。等我定下时阵，我就甲这个老师讲讲，我唔是甲老师讲，我刚刚写着短短几句话，哦，去阮校长看着，啊，算是嘛甲叫去白点。伊甲讲学校挂电费，啊，互你看电影，看梅花。你就是咧看种爱国爱国意识，啊！我甲看了后，我讲，这符合着中国人的个性，因为伊讲梅花，梅花是咱是中国人的国花，啊，所以呢，愈看就愈开花，啊，若未看就无爱开，哦，啊，即摆就是拢未看，啊，所以拢无开，啊，所以咱拢散散。哦，校长听一个，怎讲？我真无爱咱的国家，我讲唔是无爱爱，是实在咱唔知变啊去爱咱的国家，因为咱国内咱两种标准，哦，我嘛是咱国家，你若好啊，用双心，我甲你讲，我比你比较爱台湾，哦，所以也是讲，你话做着教官会当领上的是，也是讲我做着英民，我甲你保证，我绝对比你比较爱台湾，较爱这个国家，因为海南海地都他领遮侪钱。这是我，但是我感觉讲，咱的希望是有遮。小叔讲，伊给我迄个条件，咱经过一届训练了后，你嘛未接受，因为你接受迄个条件是点短暂性，是你一代了，后一代，敢讲继续安尼都无去。所以咱追求的是永永远远，咱阿个台湾人。是永永远远拢要享受着100%的福利，不是18%，是100%的福利。咱的台湾人付出遮济，应该就是爱互咱当不在享受着欠这块多数的福利。但是相对咱嘛爱听少这个多数吼，咱唔通太嫌。咱来唱首《天佑台湾》，还是我感觉。这个好心、哦、真正是保佑着咱台湾，所以咱有在为咱的这一家来欣赏。来，咱来去唱，来咱听较较好、较大声话的好来。我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家里海平洋西风，身边咱身边有个地方，带来一家的水光。
前进困难，但是春风吹又听。虽然看见落起风，落起风，我会勇敢听伊唱。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是我心爱的国家。来，请请干嘛来？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家里开业永生红，生命啊，生命啊，美丽。爸爸妈妈，哦，你这个聚会时阵还是任何场所，可以听一首，甲一般咧唱歌同款的歌声，可以知影讲，咱咧拍拼不是讲用一个嘴啊来讲话，啊来讲话呢，哦，咱是有行动力，当咱这个思想啊在咱的心内底，我相信，不管侪人甲伊讲，你就是会流传吼。虽然咱若经过讲真侪困难，真侪互人去甲咱提，我相信咱站徛伫遮，咱拢是无妨平绝啦。啊，无咱拢会讲，咱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感觉真奇怪，中国人是安怎爱特别强调着讲爱做一个堂堂正正，敢讲我敢无堂堂正正？吼、哦，啊，所以伊就是游来游去吼、哦，所以咱才知讲原来伊就是甲咱无共款。好来，咱过来，我们来后盖吼，我这个，咱这个来唱几首吼，实在有足侪首拢是不错吼。啊，咱今来唱这个第三首吼，这个习惯，这个关吼，为着这块土地来诚心这个祈祷吼，愿主的真理，那跟全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我向你憔悴。愿主的话命临到这个百姓，而且我感觉讲有一个互我感受真深，就是我捌一届去甲徛伫阮上北边，就是顶中爬伫迄个山面顶吼。我伫遐甲看，因为我爬山我拢会去遐甲徛咧甲看。啊，徛咧甲看拢看啥物货？看讲真济人伫遐咧祈，伫遐咧祈的时阵。我感觉伊咧求啥物货，所以一天我嘛真好奇，就去甲问讲，你的生活是出了问题？伊答讲，哦，你算命真准，我讲唔是啦，我看你了两几波就知影你，哦，我是看你了两足久的。伊咧求啥物货？咱相信伊拢咧求讲，伊家己心内的财富。你求讲，伊的囡仔教读册，伊的囡仔要安怎要安怎？你求讲，五万这个钱会当
来保庇因兜一家大小。但是，咱毋知发觉着讲，伊并无求讲咱的国家爱永驻。所以，这是敢若无共款的所在吼。当咱去看人咧算命时阵，拢是讲你甲算话讲，我命好啊歹。但是，一届我伫台中的街路，有当时是最近，尤其我上过知影咱这个论述了后，我又慢慢行对台中的街路，遐足侪咧算命，遐咧算。伊讲来来来，我甲你算看你的命好啊歹。我甲讲，安尼你要算啥物货？如果你甲算我台湾当时的当变故，伊怎串起来讲，替我挖哦。哇、哦！我感觉讲是安怎奈无法度算这个物件，然后佫教我想面讲，那你少年人吼，伊讲敢若坐飞机咧夜班出啊，我唔知伊这个技术是啥吼，但是我才知讲，原来伊咧教我讲，我咧讲这个论调是空洞、天马行空，是一个唱高调的人。我甲讲唔是。因为我若真侪钱，我无这个国家，我钱在你放在哪里啊？甚至我拥有足侪钱的时阵，咱这个钱也变无效去，你想咱敢有作用？我嘛，我大概拢会去想着我较早细汉囡仔，你写着作文，我拢真爱伫遐来表达着，较早咱台湾，但是我阿妈拢一直甲我讲的关系，伊讲伊捌卖一捆菜。地，敢若是四十万，足侪钱诶，四十万。迄阵机票是拢一张一百块尔，但是伊讲起来换做五十，啊五十诶四十万未报着，啊更为足欢喜诶。但是明仔载贵公存四块，哦，存十块钱，哦，四万换一块啦，吼、哦，啊我应该是存十块啦，吼、哦，存十元。弟弟啊，他总存十元。啊，这个故事我常常听我阿妈咧讲的时阵，我把它写到作文内底。我甲讲，阮家真有钱，所以吼、哦，那咧起厝的时阵，迄边啊破空吼，我拢摕来打，我拢用钱来打边。啊，若无火卡起的时阵，我拢用钱咧做火来烧面烧水。阮老师讲，恁家敢做钱，我讲无钱。啊，母恁兜那拢用钱咧做批，用钱咧做遐物件，讲啊，这应该爱问你较清楚啊。伊嘛了未了解我的意思，我是咧甲讲，当咱前天捌真济钱过，但是往往会较只到二十块。你甲想一块土地卖十块，迄是？有阵时咧卖外，我会等甲卖外久，我用二十甲卖。哦，所以无人愿意，但是咱顺风从强逼。不管你愿意无愿意，你的土地，咱这块台湾，但咧算下，咱台湾地咧可能就无一百。所以咱爱去警醒着，台湾的命运是牵系着咱每一个人的思想。咱若思想着台湾是这样重要，我相信无人会当甲咱改变。所以咱来唱这个关吼，唔、哦、难。当咱心内闹一个五万的时阵，咱希望咱这个城市有一个公平、正义、有喜乐甲快乐，永远伫咱的心中。来，咱来听吼。来，为你的宝贝，花香。愿主的真理那登天地天上，为一个城市，我惦比憔悴。愿主的话命明白正的。愿你永远永远
心中，万山连绿连相连，万里共同行，欢乐难得一冬，夜晚两归心中。来，来，请请带好来。为几些花的花鲜心意的关注的精灵那个转的天酒为几些夏季花天比较醉敲锤，敲锤，哎，寻找，敲锤，啊，敲锤，敲锤啊，敲锤，敲锤，敲锤，寻找了拢拢像敲锤吼，啊，通常就是叫做送香，送香，哎，送香吼，伊迄个，送香，善巧，善巧，因为我讲伊迄个拼拼出来吼，叫送香吼，啊，敲锤叫做寻找叫做敲锤。敲花味道，咱有可能是配合这个花水压力，花来来这个做法吼，来这代替这个代替的花水吼，我刚刚要求讲，咱这个来一起叫水，因为阮隔壁带一个较早阮的船顶吼，是一个。真国民党体制，伊在做传教，啊，伊咧讲话就是足奇怪，因为逐个好好的代志吼，叫讲伊甲地拢全变做袂听哩，啊，大拢变样一个，吼、哦，伊逐个若咧甲伊讲通知你吼，通知你拢来，都是通知你，啊，听到吼，咱哩咁讲奇怪，我就无法通甲通知，伊逐个拢我通知你啊，我没有，我没有做什么，为啥通知我？我通知你要什么？那么多的，啊，那么多理由，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一体制，国民党体制，伊那就拢替这国民党来做工作，包括伊咧拜托我改买物件，伊那用这个话题甲我讲，伊一概甲我讲，麻烦你吼，伊甲讲，你帮我去买那个抓痒的药，我甲讲你讲那个我听不懂，伊讲吼。我身体，我讲我天赋吼，真上啦。啊，但是咱都讲真上吼，啊，不伊伊的腔讲起来变成真上。啊，伊拢讲我这身体吼真上，你帮我买药。啊，我因为我真愿去甲买，我感觉讲这那只啰嗦，啊，连这去家去买就好。我专门问讲，院长，你身体是？紧张还是紧张？啊，不是都一样？我没有，两种药不一样哦。紧张啊，紧张，药啊无同。啊，伊就讲，啊，无你等下叫我买遐个吼，啊，确定了再甲我讲，我再来甲你买。哦，迄意思唔是，其实拢同款吼，迄、哦、就是讲咱不爱甲买的意思。哦，啊，所以。哦、所以台语的伊个伊个水就是有他讲伊这个专门这个贵点来变哦，好，啊，这时间刚到，是是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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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请，咱来点一首咱。不利。好，来，回对咱底下嘞。好，来有这首。好，来，咱咱做不得去听哈，这边。好，来，咱就这个是，哎，这边哈，咱随后嘛，咱随后这边有一个春天的回对哈。这首的歌也是很漂亮哦，虽然春天常常会落雨，不过有你甲阮来照顾，无论天外乌黑会落偌粗，总有等有天星来照。你是春天上水的花蕊，为你我不惊冷打冷孤独。你是天顶上，天顶上刚一粒星，陪你我不惊遥远甲艰苦。春天的花蕊开山的味，有你才有好香味。暗暝的天星我天边，无你不知倒位去。所以这是在讲分享着讲，咱老李老我，我相信咱台湾都唔惊一个吼，你是不是咱时间到？你心
提起来就浓，一起去春泥秋水回归，回忆往日呀，难得当多梦，一起一点秋风一点起，回忆往日呀，我那感动。因为时间一分钟，咱来思考一个问题。我问你，大家讲，那一个人不给一个人，安尼是几个人？咱拢会讲两个对无吼？啊，那一个人不给一个人，不给一个人，安尼拢总几个人？三个人。但是，伫咱建国这条路，我发觉着讲，一个人不给一个人，就是等于管。一万。啊，一个人不加一个人，不加一个人，三个人的时阵，咱就是有啥哩观念不合，等于是一加一不等于二。所以，咱现在发现就讲，咱若徛伫建国这条路，虽然你若一个人的时阵，你敢有一千块，但是两个人的时阵是两千哦，是一万块。等有三个人的时阵，不是三万块，是无限。所以咱伫建国协会，大家来遮做会，我相信咱的开来是无限的。吼、哦，那咱这歌曲会当带回伫咱的心中，咱常常来甲唱。好，谢谢。亚丽，姚石，阿江啊，这个咋分？
拿身份证给他一下。没有，没有，没有。
好的，那我们各位学员来顶高恁就坐咧，二楼、三楼的学员较紧起来咧，那你搁上课？好，你讲话。
那我要可以，就是说的做一个那个，参加一个做一个那个公民事业文化吼，或者讲台湾的经济最多是做特别的这种是全国制度之内，你虽然我是算一款一款特色的经济制度吼，所以说就讲你研究这党员事业啊，各位是做党产一款物件。阮进洞高铁以后，包括恁人的代志啊，这应该是会计师甲律师的代志。我是感觉讲，另外要听啊，这代志无做好啦吼，伊应该是开始一年以后就一定甲清查，要查清楚吼，来将这个资料公布台湾人民的面前，因为表明伊家啊。他说你从空气里以后才开始在指挥靠板啊，这是他不一样的事情，因为都被刚刚说被他就不外的事情，所以那句话就是说就连当地都有处理这些问题不可能的，所以说研究条件的是比一般台湾有经济研究下来的生菜嘛，因为这些人是从现在就开始在研究，所以说这些研究处理哦，刚刚有名的是一个真复杂的，你从杂吧是比不复杂嘛，但是真分歧啊，叫分歧的。有人讲一部分，讲一半，啊，讲好是那你好啊，那天天的啊，讲歹好歹啊，你呐吼。我当时感觉挺歹哦，喂，你讲唔歹先，我爱讲科比就完啦。伊就七百一点钟的是足差的吼，这。应该嘛，承认就讲邓小平前两天改革开放就讲，就讲吼，现在不再改了，就是这个党国就危机存亡之秋啦。所以讲这我改革越来越多，你看必须是这样哩，这段是比较紧张，因为经过几啊十年的关于的斗争吼，啊，加上各位不再十年的关于大革命，十年无好好上课。不太好，大家先大家的教育都去做菜啊，这款来讲，你都独裁政府哦，是世界无敌，跟他较高一样。所以，到1977年、1978年已经无到啊，所以他就改革开放。那这个东西确实是改变中国，确实是改变中国。所以另外一对1978年到1978年，招商三十通年。是经济成长是真贵的，其实老公真贵，其实才两个差不多尔，成长都嘛差台湾差也差不多尔。啊，伊个阮个基础较低啊，所以伊阮成长都比咱都较贵。啊，其实伊个阮最终比咱那是差真多啦，因为成长是真贵啊，对拢差3%以上，即个讲到7%哦。这种是有些水分啊，就等下讲。啊，这里我也是李永世个对面啊，小个李棍嘛，那是三兆美元啊。外貌我是数一数二的啊。啊，外资嘛，比方吸收关外国投资，比方关直接外国投资嘛，或者 FDI， 这是世界对面啊。啊，一看伊举办奥运啦，世博啦，然后另外不在就。各国拢在做跟孔子学院咯、啊，批评批评了，突然在讲狂哦，就我加起来是足奇怪啦。不过地方在那里，他对于各地的关于应用情况是做，比如以往有关就商业的利润哦，会当收买世界差不多500大的关于大企业哦，跨国企业。啊，这挂叫跨国企业怎么卖给阿辉的？那你叫你的政府还卖给阿辉的？我叫你做协议哦。我们这个商业的利润，个人在交换。啊，往外汇，外汇是个第一嘛，往外汇到世界去做个代志，包括台湾啊，台湾的媒体拢超伊贵去啊，剩超侪有经验啦啊。包括这个电子媒体、平面媒体，拢超有现实。包括这媒体哦，其实他对那个中文媒体哦，大概2年前就是说已经没问题。他现在他2年以来，大概主要是要想要攻那个英文媒体，所以他现在目标是英文媒体，不是中文。他中文媒体他已经节目都已经摆平了啦。
上海多啊，一般贡献啊，上上海多啊是是一定一定一定，就投资的挣钱。以前啊，你不能讲哦，这收敛啊，党凹东西都在注意哦，啊，拢拢倒啊，对吧？吼，今仔今仔叫啊，一日安尼吼，今仔叫叫厉害，以前多做弊。因为我无解，听嘛，伊收敛甲党凹三十年都在倒，所以就讲以中山建筑来对，伊是主要上海大。伊能力话，苏联将知道在伊当个美国安尼抢吼，即下你讲中国在美国抢啊炸吼，当后伊先嘛就发就发电嘛吼，伊咧伊当个在位置十十几只得到人吼，所以得讲伊主要是伊中央发布，但是即摆看到我讲，哦，伊去中山东啊，伊伊想上中山东吼，啊，这是伊伫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了吼，啊，伊个前景嘛，有人讲真好呢。最国际关键的，我对国际货币组织，OK， 伊讲到明年十个月时哦，因国务院的主席会哦，他讲应该评估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到2015年，他的我们中经济中国实力上就 GDP 来讲转购的关系上的状况毛额哈，对消费力不一点世界就一改变不起来啦。一个时阵那个阶段无咩重要，但是这边那五年的用世界，那你讲空一2011年比这世界多，起码不管国际货币组织比今年四月第五位哈，有一个有关新的有关报告。讲啊，利空，利空一两年，不再不再五年，伊就不晓得利空啊，变死人了。所以你看我讲好的，那是厉害对不？不过这吼，接下来你讲，伊这个话，你都或者 PPT 啦吼，伊这个国民所得的变数，因为伊是用人民币嘛，当然是不一样。啊，现在就你那边比较来，话对港款的关那个货币币值，所以说看干脆。话对美金啦吼，讲人民币是靠等于换几块美金啊，那是头五六块都是靠美金啊，然后台湾是头一个廿九块廿几块都是靠美金啊，那就换对美金啊就比较呢。这款方法落对落对汇率啦吼，往汇率比换呢，啊这款汇率换一般讲一般无信，甲你习惯吼要啊较浅啦吼，所以用物价去换，比如讲。这个新闻是嘞，就是真简单的一款 PPT 哦，就是讲一款麦当劳的一款冰类哦，或者大汉堡呀。因为全世界做个广告拢有款麦当劳，啊，拢有这个物件，啊，这物件拢是同款的材料，拢同款的制品，拢同款哦。啊，所以就看伊这个物件，当有啊，阮国家是偌侪钱安尼，啊去有啊，看换一个比例啊。比如讲，他说美国一个一款冰类是三块。啊，但台湾是比如讲六十块，哦，啊，你就讲三，就比如120嘛，就讲一块币跟那个冰币差不多，台币安尼啦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啊，台币跟现在跟美元的比就1:20，啊，那个是1:28:29嘛吼，那种大概就1:20啊，一升。啊，当然这个 PPT 不是讲干啦，我们这个物件是讲一寡给 business 安尼啦吼。但是呢，结果这是一款。啊，我是阮国际货币基金哦，伊个过伊个阮跌势哦，特别比较是100哦，啊，看其他国家是百分之偌济安尼哦，我们阮汇率是日本是81%，台湾是37%，然后比较人是赚18块，赚37块，啊，日本是赚81块安尼哦，但是当换做 PPT 的时阵哦。美国100块，日本是72块，但是18块。这两场日本是差不多在对吧？哈，啊，这个 IMF 就讲国际货币基金，伊是以阮利空放高年前，伊估计讲2010年哈，台湾是消费日本，就是股民，台湾消费日本，啊，其实差不多啊啦，然后在日本内阮从普遍来算，咱的希望基准上有差不多这样。啊，当然这个是。你啊，不就对人家无不计算的 GDP 来对，对，我们拿到我们 GDP 的人家来算，我们谁来算？这样子啦。哎，即摆讲这个，预测说2016年，
中国的这个 GDP 总额会超过美国是用 PPP 这件事。啊 ，PPP 这个物件，融合过年啊，中国是13%，美国13%，不过这是人均，年平均啦吼。啊，这个那种菲律宾的是7.2%啊，当然这个啊，以前来讲，这超过美国吼，你讲年平均所得是全部的所得，全部所得。你有3个人，啊，中国有13个人，所以你超过嘛，会比美国生活较好啦。当然是安尼啦，吼，因为已经超过台湾，所以起码比咱差真多。啊，这是啊，不过按照讲的讲，伊嘛是有成就安尼啦，吼。啊，但是有人讲意外啦，吼，比如讲，咱拄仔咧讲这个 IMF 嘛，伊可比讲2016年会超过美国的话。但是有些个马上评论讲，伊话伊操作过程就会有咧崩盘啊，你吼。啊，这是一个是中国人，是毋这是中国人吼。啊，再另外一个就这个人吼，这个人我在我那个美国跟那个家，哎呦，那世界末日博士啊，都唔咧讲诶，这个国家吼，他们那边掉了你吼。这个我在我不去说。啊，就这个人啊，伊有七讲2013年中国的反攻，印度就是讲的话，这个飞机哦，对吧？一般走路呐，就快些，就跳下来啦。伊有七个人呐，啊，有人不识是美女啊，哦，所以说，这个话就对中国的这款看法哦，就两极的。这两极的话，这是今年的话哈，这是今年气温中必须要这么是。今年的关注是啊，你嘛吼，啊，其实2002年就安尼啊，就是讲迄个会长一下，迄本什么从中国逃出来，迄个时阵啊，迄时这个是我迄个邓家军哦，邓家军你像之前有在看门口在说签啊，中国是叫崩溃，啊，这是有在那边读了，这是一个日本人写，还有翻译中文啊。讲咩以前啊，讲中医之类啊，你呐吼，这一对差不多可能10-20年前就安，就已经足了钱啊，对中国看就足了钱。啊，所以咱边啊看这物件，其实这个对中国看来两极的吼，这是个咱一个两极啊。其实咱要来看这个吼，咱要来分析这个，其实咱要讲的 GDP 的变化的。因为你懂嘛，我说那就回去给 GDP 哦。那另外一个也讲这物件哦，不管你是对中国看好还是看歹哦，拢无人会当否认，拢是用中国的领导人办好好比，从一贯观点下。啊，差别是讲吼，也当解决这代志啊不？啊，有人讲讲，也当解决，有人讲讲，无人解决，这是个差别之一。啊，咱同个在都如讲。到底这一张解决不张解决？咱来看看伊这问题吼。这是这个是我那个IMF 起码因的那一审核中啊，对，这是我那个 GDP 啊。我这本中国消费日本结构是5兆美元呐吼，啊，日本是5兆，这5.8嘛，这5.47啊。5.7兆美元，所以起码中国的一般13亿人的一般中型生产的一般那个订单哦，消费日本一外的人的一般生产订单，那是安尼。而且你要看伊每年平均的时候，因为这点东西要除以13亿的嘛，要除以所以1亿多的安尼哦，所以这个是中国人是平均是3800多美元的年收入啊，日本是4万块，超过4万块啦。所以你刚刚讲伊也无伊十分之一，所以你讲别个无已经无什么意思啦吼。当然文化艺术，以及这个中国的什么艺术，什么艺术的。这个总收入关的是，这个国家的这不能靠钱，因为南税你一人七十块就13亿块嘛，对嘛吼，所以。啊，咱台湾一人确实保障2000万元，伊这三亿啦。所以你就讲，你关于就你国家这个钱吼，会当做为用，比如讲国防，你顶个先看这公共财吼。啊，顶公是你政府这年啊，政府就要当向钱的。
所以这个物件吼，参这个国家的人口是有关系。世界强国拢不上，不可能。像美国是哪强？有三亿人啊，三亿人多真多，差不多十亿啊，七十七个国家比较多啊。但是伊的阮基本的收入，啊，搁人搁多，啊，这人虽是有必要调节，啊，当然伊搁地方调节，伊国民收入比较悬啊，伊那吼。所以中国虽然伊这个3800块的平均收入，但伊个国家还是真不济。所以当来台湾做一做啊，收回你的物体还是物件，足简单嘞。伊出一寡钱来当收回你物件哩吼。你讲新加坡要收回台是不可能的啦，因为国家税伊收入比较悬，但伊国家税嘛吼，所以不可能。所以用这个总收入管理是不是无意义的，收始终是有意义。但是如果你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准的话，快乐的补充意思了。再来分析这个 GDP 哦。这个3800块哦，是5.879兆除以3亿啊。但是中国有多少人口，你知道吗？有人坚持说他有10亿。超过。啊。超过。我天生自然就爱做起来，啊，对于有利的伊就做这，啊，对于不有利的做那物件，啊，拢是无要讲，是真一种无迄个观念讲爱讲真话安尼哦。所以啊，为什么伊要做起来呢？因为他那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那个课税哈，它是根据那个土地面积跟人口，所以中国的土地耕地面积哦，都会被缩小的。啊，这物件是中央政府是。几十年以后才知影，为甚物？伊即边拢做讲伊偌济耕地啊，几多钱啊？然后爱就讲起讲起，了就讲啊，就了偌济工程就扣，就去叫伊入进中央的税啊，你嘛吼。啊，但是到尾中国就用中央就用款空照图吼，去计算那个耕地面积，发现说，哎，对啊，那个大概差20-30%，差真多啦。啊，你们写那代差，你干嘛不就做兵来那地方哦？做兵来做不容易，就是今年这个兵就有一个影响对不？哦，啊，所以这种做假对你有利嘛？哦，啊，你如果做报上对你有利，因为这流动人头税嘛，所以这东西一般这个钱呐，那我们在一审的时候也3800，3300。对不对？啊，等于讲啊，这国民总收入哈，参你的享受有点么少？什么的？这是根据他计算这个 GDP 的贡献啦，哈，一共总四年要加起来，啊，第一个是消费，民间消费啦，哈，再是投资，再政府的消费，然后就是进出口，没啦。这四样物件加起来就是这 GDP。啊，对咱生活有影响的是这个消费，民间消费。你消费偌济，就讲你的生活水准是看你用偌济物件嘛，你买偌济物件，你当特色物件来决定嘛，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物件是对于阮个你影响快大汉。啊，这个阮个 GDP， 像讲不管你用3800也好，用3300也好，这是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固定的消费。但是 GDP 的比例有多少呢？一般来讲，大吼差不多60%到70%啦。台湾差60%，你有差70%。就讲，你若讲这有啊，若讲这有啊100块的时阵哦，你差不多70块啦。哦，啊台湾差60块咯。啊，台湾的关键是所得吼，63%是民间的消费。哦，所以你看所得的，你像计算讲你差的80%。普通是每年当一年钱安尼啊，啊，中国这偌济咧？中国到少数百分之三十多年。这个吼，
这是我哩就当地，当地我哩就迄，反正下岗工人啊，抗议的，啊，一下一年啊，下到2011年，我希望吃饱不饿，这是因，这是我哩就诉求，讲今年吼，我是有讲看卖去摇到人民啦吼，所以讲以前经济无发展啦，这真侪人是拢穿处境。啊，所以咱来看，前话伊这个消费少，我拄仔讲个点物件就讲，这个是，伊就是伊款，日本是超过4万块嘛吼，啊，中国是3800啊，你呐，但是阮日本这超过啊多哩，所以4万块，就是讲4728在2万块啊，你嘛吼，啊，但是中国这3800吼，有个40%是消费。不到40%，差不多这个一半而已。所以民间的平均消费水准哦，是那个3300或者3300的35%而已，不是70%。所以你先帮你差不多，就差点做另外，可以接受另外。嗯，然后它的主要的那个东西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投资，这个叫做进出口，这样还有政府。那为什么这个会少呢？就是这三个多，有人这是3800，但是大部分拢是伫个 IG 个诶进出口，啊，所以这个叫酒啊。我今要来讲啊，这个酒因为这个多，年纪多就多，所以这个酒诶，这个受理啦吼，大家都参考吼。啊，这个先讲这个吼，现在是投资嘛，年纪受理年纪吼，就讲。投资吼，包括民间甲政府的投资，这是里头超两成啦，拢三个，里头两成是做投资吼，投资就讲做产品啦，像去做买路啦，像这块面拢是投资啊，要起厝嘛拢投资啦吼。啊，结果是消费市场最不容炒这个东西。啊，这等下也讲嘛，比如讲，其实这两对吼，我部分拢是政府投资。比如光明鼠药吼，这些比较产品跟导致性差不多很快啊，现在大家来讲，但先讲这个，我们这个比较脆，这个是进出口，比如这个是 X 出口，这个是进口，啊，这个 X 比如在中东吼，比如这个中东富的啦，伊拢是出口较少啊，进口较多啊，所以伊就会当进口这个物件去消费安尼，但中国这个物件真大，这个物件真大，所以伊就是外是进口有。三兆美元嘛，对，超一半是对家来，而且我一半是关外输进来，因为外汇存底哦，是从外汇进来，不管你向我进来，我变做外汇存底哦，所以一半差不多是关出口比进口少，另外一半是对关外人投资，包括台商投资啦、啊、港商啦、啊、日本啦、啊、美国商人去投资，可以外汇存底，所以有一半是对家来。我再来讲这个物件多哦，这个美酒，这个物件多，这个美酒，因为这个物件讲一些生产嘛吼，生产的物件出口钱，那是到期一定不会进口嘛，因为这经济所以用这块面钱对啊，当然不行啦，不过讲块面讲我出口就无进口，然后所以一生产物件就出口我就袂当消费啊。哦，那剩下的药东西是换那个美金进来，所以它就变成外汇存底嘛。外汇存底这里面每当保人民币，它外汇管制，所以它必须给那个它的人民银行，就中央银行啊。中央它人民银行就给你人民币。所以比如说这里出口一生产量哦，出口税，啊一万里面肯定要给人民币。那比如说这钱多，然后物少。所以这个免不了会造成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就是一个原因之一啦。比如你要出口水，啊你袂当消，你得吸水嘛吼，啊等于你现在你啊变得花钱，啊你现金拢几乎便宜，啊几乎可以开啊，你拿去在台湾买去收买这个媒体啊，你啊人民币就变成人民币，人民币有金税是当然这给的。有点体检啊，这是有点秘密了啊。OK，
我这边有一张图，我给大家看一下。往前，再往前，这个哈、哦，这个是我觉得经大经济下边也在走了，就讲 GDP 就是变怎样？这是一个轻松还是一家户安尼哦？而且伊要这顺便讲，讲轻松生产的这个话题，就是 GDP 安尼。那经济了，我在西洋，这是消费，这是进入的消费，这些导出，那个有出口的哈。啊，但是这个西洋有进口，你消费面有进口过来品嘛哈、哦？所以这个面要搭起来，你得这四个面很好。啊，另外好多讲，因为出口最进口最嘛，所以动对这图案呢，你这个最嘛哈，这里动对这图案的损嘛。因为这生产最损哈，你出口这三面也就较少啊，因这个货源可能去消费啦，哦，比如你出口可能。应该是出口换进口品比较咱消费安尼，但伊无要进口嘛，要进口少，所以变做讲伊消费较少，这是一个原因啦。就讲伊出口侪比进口侪是这个原因。所以换句话来讲，就说假设说没有进口，只有出口的时候，就今天这C加 I 加 G 加 X， 今天消费加投资加政府的消费加上出口，那出口侪是你其他三个少啊，这是规个原因。啊，第原就是政府的消费，因为总共四个物件嘛。啊，这第三个就是政府的消费。中国政府消费足多，为什么伊的官员足多？伊足多，爱用我的财政来管那个来，就用出财政款安尼啦吼。有偌多咧？应该自己的管资料，伊每次变做管副国负责人来公布一寡资料，啊，伊可以讲吼，伊管那个。官民比例啦，吼，多少人民养一个官吼？用比如汉朝是8000个人养一个官员，你唐朝是3000个人，3000个人起一个官员，清朝是1000人起一个官员。那比一般就1990年，就是讲，伊改革开放以后吼，30年差不多大概7个，比一般有做副国府的，大概7个人起一个官员。噶十年了哦，剩40个，起一个官员。啊，噶2010年朝最近这几年哦，26个起一个官员。你看嘛，你啊，那个人爱起一个官员，爱官员就感觉你管你安尼嘛，啊，你就爱什么物件，可以去消费安尼。啊，所以你当你生活就进入较低嘛，对吧？这是就这个基作为一个东西官员进去。然后这个中国有七级政府啦。但是中央省啊，各代的县嘛，另外都有乡啊，会乡中的分两分三级，然后其实三级就够了啊。但它有七级，中央、省、市、县、乡、村，乡村中央还有管理局这样子啊，这东东是官委。所以有一个资料哈，这是温切尔在中国农民调查也主要一种，伊个安徽吼有一个金水这关吼，啊，伊讲有寡关吼，本来跟他一个农业局啦吼，啊，后尾就慢慢扩充变成有农垦局、西部局、水产局、水利局、林业局、乡村企业管理局、跟农业资源管开发局，本来是个企业做别局的。然后他说，安徽省有个小县，只有30万人，他养了10000公里，还用乱收费养了另外5000人。所以30万人养了15000人，得变比上来起的啦，比这里上来不要紧啊。所以一般人生活在这是一个理由啦啊。啊，有人估计讲哦，伊这有一共有5000万，这个是财政犯的啦啊。所以13亿嘛，5000万哈，所以就是你个人起起来，你看哈，一共这5000万人哈，你的薪水啊，年终奖金啊，不在公车消费、公款吃的，都公费出口都贪污了，你哈，好了，起来差不多，公平说有几多？
所以像一般人生活，生活当然是不好嘛，因为这政府官较侪，啊，顶官拢无啥大用啊，所以会当小政府是较好安尼啦吼，这是个理由。这主要拢是一本册啦，叫做《中国人民调查》，这是中国人写啊，伫台湾出版一个正品书啦吼。啊，个另外就是伊个投资真多，伊在讲这有四个啊，这个。C 加 I 加 G 加这里啊，这个 I 就是关于投资嘛，哈、哦，投资，我讲投资是真好，就讲人要投资的时候，当然是真好，但去投资就讲起码啊，起码比讲去工厂啦，讲去这个鞋印啦，哈、哦，比讲算投资嘛，啊，讲起厝哦，这跟以后的生产也会较管嘛，所以对以后的关系就生产有帮助呢，所以投资本来是一好代志，但叫我投资变是歹代志，为什么歹代志呢？伊这投资哦，那都是一般民间投资的时候哦，伊当然是拢只能只有个投资当然我来替另外在投资。啊，当然民间投资嘛失败啦，但讲平均起来拢是成功嘛吼。啊，你若失败当然要换人嘛吼，所以这个基本上投资就是对以后生产力有帮助的一关活动。但那政府投资就转换啦，包括台政府转换啦，这是计是两种转换，你讲讲台湾的，而且。政府做代志无效率哦，这是一个统计，不是讲中国无效率，其他国家效率，拢无效率。但是讲你的管规模较随顺嘛，你就咧政府就他会讲教教下来嘛，所以伊这个啊、这个无效率的人就较少安尼啦吼。啊，了咱政府随顺就愈歹监督啊，所以就愈无效率嘛吼。啊，政府其实中国的这个投资大部分拢是政府投资的。所以啊，中国投资税时，伊就来降温吼，讲什么宏观调控，这种拢是咧做积极的投资的关键行为。啊，这其他国家拢未当想的搞，讲投资叫你卖投资，啊，我代志咧，台湾政府的投资肯给你补助吼，或者什么大温暖啊，什么微博啊，什么租税补贴这样哩嘛，拢是给你优惠嘛，叫做投资叫你卖投资啊哩。现在在给你卖投资的，你基本上这些拢政府的代志啊，政府做的代志，啊，政府做代志哦，一般拢是不计时的，啊，所以哪个投资不做吼，伊可能就啊，现在都啊，医药的都，或者投资过多就产生过剩，产生过剩就变成这些亏损，啊，起码人家有的东西要甲政府甲银行借钱嘛，所以变成银行呆账，所以投资不做。啊，就愈多，反正就亏本的关企业，然后亏本以后变成银行的呆账，所以银行呆账比足大啊。这是一般投资做的时候，效益很少嘛，因为人家拢赔投资啊，你哦。然后这个另外这个银行呆账还有政府地方政府的债务了哦，所以银行呆账是另外一个议题啊，你那哦，那银行呆账。就是讲政府就反正呆账，比如讲你钱天起啊，不用担心啊，钱就拢伫市场里面，所以就变成货币较侪，货币侪也是通货膨胀来个原因嘛。因为你未生产，你无生产物件出来嘛，所以物件少，啊钱你要应借出来，所以钱较侪，所以钱侪物件少，啊物价就起价啊。这是参照啊，咱咧讲这个出口啊，造成这个同款嘛吼。啊，过来就讲啊，你这个。吸水流哦，那水不但你水，你这消费啊，不但都有分配问题，大概用三千三，你用台湾三千三，有人可能三十万，有人可能给他存三百块呀，啊，这是水流分配问题哦。啊，因为中国这个水流分配非常不平均，它是大概世界上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啊。那今天要聊的经济系数哦，那是零加一啦，零就讲完全平均啊，一就讲完全无平均啊，你吼，哎，我讲台湾拢差0.3多少，0.4就变成讲这个社会可能就不会稳定啊吼。要讲有人去估计吼，差不多0.6，0.4就已经这社会就袂当稳定啊吼。啊，0.6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想象的物件，这中国经济是安尼吼。啊，有啥物原因？这先说我们讲，我们经济做咱都要讲的吼，啊，特权经济，然后有户籍限制，所以你看有寡好的工作，你袂当去做，因为你从产业底下产生来对吼，啊，不再课税太多，所以我这简单讲一下吼。
是比如讲这个课程，不，帮我帮一下忙好了。对，课程的话，这是底薪的，这是底薪公司。你这一个加工哦，起码一块叫做叫做前景真好哦，啊，叫做前前前景的这个模式差不多办法。你个比如华中的公司来讲哦，你要经济前景就爱政府来补助，然后爱往市场经济，就靠市场来这个啊决定这个资源的分配啦吼。啊，政府较细啊，啊，政府爱特别做政府，这是有这华中的公司啦吼。啊！但你即款参中国遇到无同安尼方式咧发展，所以就感觉讲，可能这有可能另外一个方式安尼哦。我这边比较重视嘛，比如讲就讲，你政府做独裁，然后开放哦，我理解去竞争，但是政府做个管理的哦。那他的权益表现在什么？表现在这个叫审批啦。所以你要来政府补助，你要你当然要做些物件，你要做些行业，拢一定爱政府补助哦。这个合作就拢足多，这番关卡呢，然后就讲可能要来抽成对啦。刚才所当然讲的这是有关的有关的哦。啊，因为这共产党也不分三权分立，他没有制，因为共产党在他的宪法里面就是说他是要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他要代表无产阶级要专政。那专政呢，当然不可能用台词。不用台资就不当专政啊，所以一系列无三权分立，所以他没有说行政立法、司法互相结束，他当然不让这个媒体来监督他，媒体是他的火舌，媒体是宣传的机器，这是共产党的机关，基本上都是阿里哈，那所以他就他不会监督，所以不会监督这个行政权就会无限的扩大，所以他就很容易侵犯到一般人民的这个权利啊。啊，不对，国营企业以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叫做抓大放小，比方它的大企业、独占企业，它都还是保留国营，那小企业就让你自己去经营这样子。对，其中起码电信啦，这边电力啦，这边这个石油啦、化工，这方哇，它的米啊，拢是国营企业。这个国营企业差不多啊，叫中国的净值超过一半以上，它都是国营。所以你讲，到底有改变你的体制必须去补，因为进入那些独裁，然后他的经济还是大部分是由国家在决定，然后他的那个官跟民是两个阶级。这个民啊是哦，我看了一年关于的部署哦，就先有官吏哦，一官吏就讲，做官的地无啊，你啊请你爱官的官袍嘛哦，他就那边废为庶民啊，把官帽就脱掉。官袍就脱掉，你就是庶民就可以打了这样子啊、哦。他那个在中国那个官跟民哦，就像这个样子，就是一般你们看到官哦，就像说你那个反正就是高人一等，然后这共产党也通比武也摆脱了啊。以贵贵人讲，你先你做当员工就不懂，你东西精英在当进变成党员，他们党员当员工你那种很动的时候，是肯定动掉的，以及被你动是就困难。所以当然，我过去往往是社会经验。啊，伊从一个一般人就感觉一个印象，讲当然往往是像高人一等啊，伊往往是好的大学毕业的，然后不要往前头去观察。所以你的三年级的官民两个阶级，现在还没有完全打破，已经差不多快打破了，就是说来公司官的哦，对呀、啊。还有一个户籍制度啊、哦，他这个这种我这边因为被我登来啊，他讲一个种户籍官登来，一个去改到市去入户籍啊、哦，然后入完之后他就拿回一个证明，有什么那个芳香剂啊，什么肥皂啊，这样拿回，就台北市政府就欢迎你来入台北市的那个户籍啊、哦，但是中共啊，东人不能够到城市入籍的。就是那个城乡的户籍，它是分开，城市可以到农村入籍，但是农人不能够到城市入籍，到现在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些用包括农人是世袭制的，你父亲是农人，你就是农人。他说基本上是你这个物品关节有问题啊，所以你也当去做农民工。你到那个你没有户籍，你到城市里面还是可以活，但是那个可以活是一个低人一等的活。比如说你的小孩不能够入学。
农民工的小孩在城市不能够进到小学里，他要自己成立一个农民工学校，自己找地，自己找房，自己骗老师去教你的孩子，政府不管的。事实上，农民在农村里面，政府不太管理他，你的农村教育还是要自己管。我想这个一件最熟，因为他在那边做教育的哈。到现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农民实际上是二点零。你在逛我逛。中国农民到城市去的那个到城市的那个阶级哦，比外国人到美国去的阶级还低，就是那个事实上是二等公民，还跟三等公民哦，到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以五个贺堂为不好意思，一不认识啊，以城市为，所以因为中国这个居民哈、哦，居民代表是城市的人，农人不能够自称为居民，你是农人，你是农民。你不能称为居民，这个在中国这个东西都是有那个带有那个阶级意识，然后课税太多，农人被扣了太多的税，所以农人会很辛苦，是因为就刚刚我们讲那些理由，是因为出口，是因为政府官员太多，是因为那个这个投资太多以外哈，事实上那个手工业非常不平，其中理由是因为这个课税太多。那我就把这个课太多这个讲完，这现在是几点？把第二张课堂 OK， 那我把这个讲完。这个课太多是这样子啊、哦。中国农民吃上很多税的啊、哦，第一种税就是农业税啊、哦，那第二种税就是三体五统。第三个就是断收会嘛，那收了中，因为这个课税太多，所以农民就编一些那个顺口溜，他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五行动。一税轻就是农业税，是农产品的5%，一般农人觉得说是没有问题，他交这个税是非常容易的哈。那三体五统就是那个他那个村，那交税之后村会留下一部分，乡会留下一部分，那村的就是所谓村体流，然后乡就有乡统筹。有三种村旗流，有五种乡统筹。那、啊、这个东西有时候他们就在额外加税，就除了农业税以外，他另外就说要跟你课三体五统，跟你收三体五统的税。那、啊、这个东西还有点名目了哈、哦。啊，这个东西他就说很重，但是另外就是断收会，这个东西就是无底洞啊。那底下有一些历史说明这个东西哦。那因为这个税费实在太多了，所以朱镕基在的时候就想说要。做社会改革，他说要废改税，就是要把那个废哦，各种乱收会那个废掉，改成农业税，农业税提高到8%，他有这种想法，但是这个东西不可行，因为朱镕基那个想法是完全计算错误。那个、啊、他就说在安徽师范，然后师范就说哦，这个成效非常好，他就要全国通遍实行，然后这个底下官员就放话跟朱镕基讲说，你做做看。你做了，我就先把国民教育停掉。因为在中国呢，国民教育也是像台湾一样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那他们地方政府就跟朱镕基讲说：“你做嘛，你是会改税，你改看你改掉，我先把教育先停掉。”朱镕基更不敢动。这个是在2000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从他示范成功公布要通遍全国实行，到无疾而终。我一步一步在看他的演变，然后底下就是那个邓家宝上来之后就把他们先废掉。废掉之后，那就是我大功告成。他这个宣传非常大，就是这个中国5000年从来没有收农民不必交农业税。我现在是这个什么盛世了啊、哦？所以我现在把农业税废掉了这样。但是实际上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它农业税废掉是废掉了，但是它很多地方可以变成农民课税，用什么呢？用这个肥料种子，然后汽油，或者是这个过路费什么，它用各种方式跟农民课税。所以最近那个上个月上海的那个就是货柜车，它叫集卡车啦，就有个司机就罢工。为什么罢工？因为他说他没法生活。他那个汽油会加上过路费加上罚款，让他完全不能够赚钱。他每开一个路，他就必须要赔钱。然后后来他这个记者就去采访，比如说他去采访那个山东，在那个
那个农民的这个，比如说白菜啊，到广东来的啊，他问他说，你这个一趟可以收多少运费？然后你的那个汽油多少钱？人工多少钱？然后拖运多少钱？货物会加上那个啊罚款哦，占他整个那个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变成是印钞机了。现在很多单位哦都投资做高速公路，然后投完盖完之后就开始这个啊就设卡收费这样子啊、哦。高速公路的那个报酬率比盖房子还要高，在中国现在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到公司没有用，因为它太多方式可以跟你收税。哎 ，OK。这边有两个例子嘛，一个例子就说那个农民有个叫孙大龙哦，他就到那个，因为后来他也被政府整了，不过在整之前，他很多这种想法，然后这个他会写文章。那在北京大学就请他到北京大学去演讲哦，就讲说那个农民的负担问题哦。他举个例子，他就说农民哦要把家里鸡生的蛋哦，剩下的蛋拿到市场上去卖哦，要经过40到5关卡。所以你看底下第一个，他说第一个是工商局，工商局叫做三证俱全啊，要有营业登记证、生产许可证跟税务登记证啊。然后进入完工商局之后，就是这个叫营业登记证，就是营业登记证要财力证明、资金证明、投资身份证明跟计划登记证明。你要计划登记证明跟一胎化证明，你生两胎就不行啊，这个你要再罚款。你生两胎啊就要罚款，生两胎你要做任何事情都要再罚款，任何东西都变成他收税的工具。然后这个再一个生产许可证要检验报告，要什么设备前面要计量审计，要什么东西，我就是每个东西都要给你课税。然后再来就是税务登记，税务登记包括国税跟地税。辩护完之后，工商局说要用户是卫生局，卫生局要卫生局的这个外观检查、厂房设备、穿着的微生物重金属检测，就是鸡蛋而已的哦。那他说怎么检测呢？他到检测官员那边，他就说好通过，但是就要缴税啊，税才是重点啊，通过这不是重点。然后最后就是质量技术监督局。要国标、地标、行标、区标，然后最好到那个官员里面那边去做，那这样比较容易通过。然后还要随时还要抽检。然后另外还有个例子，这个例子是那个中国人民调查这个书里面讲的啊，这个是两个人，一个叫陈辉，一个跟他的代叫春桃。他在安徽做了2-3年的这个实地调查，他算是作家，但是他安徽人，他有一天发现说啊，这农民跟他想象不一样，他就到农民家去。多一点，然后就在那实际上做调查，然后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我们调查。这个书后来得到那个欧洲的那个系书报道文学奖。他说中国农民农村青年要结婚要交很多很多的费用啊，第一个叫做结婚证工本费、介绍信费，然后还有结婚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护费、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费、结婚意外费、婚后投资基金费，再回去，再加上，还要精神保护。所以农民就是有一个书叫做《偶像农民》，说实话，有叫李昌平的写书啊，但他就说他回到那个农民这边，他那个人，他的朋友是一个种田的高手，他跟他算说我种两甲地啊，我要多少人工，多少肥料，多少种子，然后收多少，然后交多少税，算算结果是负的啦，就是种田哦是赔钱。他为什么赔钱？就是课太多的税。那你看像这种税，他完全巧立名目，就是这个，就是说因为中国的那个支付是叫做财富也当地，中国哦，我在研究中国经济，最让我不可思议的，跟我原来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本来以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独裁政府嘛，就是中央令下，这个地方就要通行，对不对？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它的财政啊、哦，是联邦，财政是各地方要自己负责，就是中央自己负责，需要政府要自己负责，中央自己负责，然后在有一段时间间，它事实上是包税。他叫大包干，就是说下级跟上级包税，就是我一年给你多少钱，这固定的，然后剩下就是你的。
啊，这个东西在一般的企业叫做利润中心制啦，在一般的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在民间在市场上非常好，但在政府里面就完全所量。政府跟市场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适用政府的规则就不适用政府，适用政府的就是适用政府市场，那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所以这个利润中心制用在政府身上啊，你就发现说政府就用公权力去乱收回，因为他就像办一个公司一样，办公就让我的公司盈利最大嘛，那盈利最大什么？就是我收税最多啊，所以他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去课税。他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像湖北啊，因为他的农村没办法生活，他就到海南岛去那个秀那沙湾，就食物方这样子哦。湖北省政府派人到那边去跟他课人农税。反正就是只要我能够课税，我就要课税一下。这个是在中国就变成一个大家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因为他要你包税，所以他一定要给你，你要包税，我一定要给你课税的权利。像在台湾是这样，就是说我地方政府课多少税，就不知道多少税，课不到课到那我也没办法，那个我也不能够多课税啊，税法是你中央定的啦。那所以这个中央地方政府只要按照那个规定课税就可以了嘛。但是他们有责任说一定要交中央政府多少税，但中国他有责任交中央政府上你政府多少税，所以他一定要给你课税的权利。那一个这个权利之后，你就会乱用，那政府就是一个，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怪兽，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宪法去限制他？就是他一起把他限制住的话，就会害人这样。你休息一下。弟弟，来，啊，要不要找中医？Thank you.
Thank you.
世界工厂嘛，世界工厂就是提供廉价劳力，然后那个工厂都是机械的，也是用些这种污染性产业嘛。那他就让他们可能要低，更低就是你去做那个环保，所以这个污染性非常严重哦。这是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该把中国国国内中以每一年哈，也关于环境污染的成本，就是它的损害哦，占 GDP 8%了。但是这个很低估啊，那个中国科学院应该多给，比方环境污染是中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还要高7%，所以他估计环境污染跟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10%，没几。中国安化生产哈 ，GDP 成长嘛无超过13%，创造再小再小。在整理去运进去，而且环境污染成本是15%，所以你所剩的东西全部都泡汤。容易也关经济啊，也关的，因为 GDP 的水平，人家剩下的生产的一个订单，他没有扣掉那个损害的成本，他没有扣掉。那如果你把它扣掉，变成一般就是说，就是所谓绿色 GDP 啊，因为 GDP 在德国是负的，就是它目前的情况还是负的。它实际上它那个 GDP 本身已经有很多水分，因为实际上很多是造假，但是就算你用造假的10%来看的话，你的增长实际上的这个那个所谓绿色 GDP 还是负成长。那个有个叫潘越哈，听说他的岳父是刘华清啊，刘华清是那个中共的那个将领啊。所以他是他就因为他有靠山哦，他就会讲一些，他敢讲一些真话哦。他当那个环保总局的副局长，现在好像还是副局长。2005年他说哈、哦，他说这个他估计中国因为那个各种水啦、那个土壤啦，或是其他这种污染哦，不能够在当地生活，要移到别的地方去的人啊、哦，他估计有差不多2亿人，1.8亿8600万，然后他说广东啊，还有一些沿海地区可以接纳的人，大概是3000万，所以
他说有一亿五千万叫做生态烂鱼，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因为生态破坏了一点点，所以他没办法，他一定要遇到别人，那没办法可以受理的，这有一亿五千万。这个是有几张空照图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中国的那个这个地方啊。当然，人可以到地方都没有这个原始森林啊。有本书叫《中国之毁灭》，是一个叫郑毅写的啊。他的那个副标题叫《中国生态崩溃警报告》。这个人，这个郑毅这个人，他有那个。他是个作家啊、哦，他的作品《老井》跟《凤》都拍成电影。那后来因为他参加六四的那个学生运动，所以后来就被通缉，他后来就逃到美国，现在住在美国。这个书上他在美国写完的啊、哦，这个书很厚啊、也是香港出版的啦、哦。他那个每一章就是那个水啦、啊、什么地啦、啊、矿啊、家族的大姓，他每个都有一章这样来写。他自己估计就是这样，就是、说那个他说1997年生态破坏成本是21兆了，当年 GDP 是7兆，那2004年这个已估要报名五年了啊，就是8%-7%，所以实际上中国的那个生态的这个破坏是非常严重。然后我们刚谈到说，譬如说你出口太多没有进口。就会造成很多钱流到民间，然后因为你出口东西都送到国外去，用过来这种物品来消费嘛，所以物品少，钱多，就造成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有很多个原因会造成的啊，比如说这个是国内消费上货币多，这个是这个会通货膨胀，这个叫做习小年，是那个中国有个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那个经济学家跟金融专家的啊。那今年4月29号，他跟那个台湾管理学院就联合举办叫做 CEO 的班的那个交流，他到台湾来演讲，他底下他听说有将近100个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在那里，这叫在中国也蛮有名，不过那个中国也是毁誉参半了。有人骂他叫资本主义的走狗，他因为他喜欢批评中国，他就说那个人家问他说记者，后来在上个周刊有一个报道啊，问他说应该是在近这个或上个月的那个上个周刊里面嘛，他就问他说你这个中国膨胀了多少？他说至少10%。那中共自己公布是超过4%-5%了，那事实上远远超，因为中国是我都不能够相信，那他东西他讲很话已经变成是自然的了、哦、那这个外汇存底有一半是因为出超，有一半是因为外资里面就包括那个资本投资跟金融投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看成一半出超，有一半是外商公司出超的那个钱的话，那另外有这个是一半的一半，就1/4嘛、哦、另外有1/2是外商投资进来，包括台商啊什么港商这些人投资进来的钱的话，他的那个外汇存底有1/4是外国人的，最少有一半是外国人的。那照理说台商啊或者美商，他可以说我要回去，我就把那个人民币换成美钞带回去，中国当然不让你换，所以经济容易出来了。但是照理说那外汇存底是他们的，就他们带进来换成人民币在中国用，但是中国的政府是金二宝，所以你有钱，你存在里面的存，你存的存款，你要领钱都要他事先通知他，他跟你讲说有钱你才能来领，他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哦。所以，但是基本上这个外汇算是不是他的，那剩下1/4是中国人的，实际上是中国人民银行欠人的那个负债，他把它拿来乱用，包括在台湾买那个谜题啊什么样子，都在乱用，以后就是这些人是拿不到那个钱的。他报不到，因为他就没钱了，到时候他有一些就会摊掉了嘛。那这个泡沫就包括股市跟房地产哦，他来就包括这个叫做外汇占款啊，就是说外汇进来之后你要换成人民币，那人民币之后他这个银行又会有一个创造货币的机制，所以比如说外汇进来变成比如说5块的人民币，然后经过银行变成是10块钱的货币，都是10块多的货币这样子，那这个货币就变成非常多，因为这个外汇进来非常多。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金融海啸，2008金融海啸，中国提出四兆的那个救它的经济的那个贷款，然后这个钱都被贷光了嘛，贷光之后，大部分都是公营企业啊，大的是国营企业里面贷，贷的话干什么？他那没那么多投资机会，他就是炒股票、炒房地产。然后这个时候，地方政府配合这一段贷款，大概可能有差不多一倍的那个钱就贷出来，在一年内贷出那么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所以中国会有通货膨胀，这是必然的关系，这是逃不掉，因为钱实在太多了。还有就鼓励财政，鼓励财政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没有钱，这个是跟那个房地产泡沫有关系的。房地产其实它的盖房盖太多了，它超过他们可以买的跟需要住的那个房子，已经超过很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政府必须要把这个房地产弄得非常繁荣，为什么？因为它要卖土地，因为地方政府现在实际上是没有课到税的。那他没有钱收什么，他就把这个土地，因为这个中国的土地是两种制度，在都市叫做国有，在乡村叫做集体所有。中国的土地还没有私有制，到现在还没有私有，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他就把它来卖，那卖他就实际上靠这东西来当做是他的那个财政收入嘛，大概大部分都财收一半是靠卖土地。你可以想象说像台糖一样，台糖怎么样有钱呢？就是卖土地啊，因为它土地非常多啊。就是中国大概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不过它是整个国家在干这种事情。那它卖土地就要土地价要高才卖的好价格才收入啊，土地价要高就是房地产要很蓬勃啊。所以中央政府知道说房地产有泡沫，中央政府一直要打压房地产，地方政府绝对不会配合，因为你配合的话你就完蛋，因为你就土地卖不。不卖出去失败，不到好价格，就没有财政收入，那政府怎么办呢？就借钱，那么借钱呢，就变成地方债务。地方债务这几年增加非常恐怖。这些有这些乙商品，他像那些我像我们说，我刚有讲到他的一个例子哦，他在书里面，他在2001年，他自己估计哦，县乡村，他不是有七级政府吗？哦，就是中央、省、市，然后底下是县乡村，还有管理局哦。这几级政府，他估计他的地方债务是6000亿的，2001，然后到2006年哦，这个中国不是有那个什么人大代会跟什么政协嘛，两会期间的时候，这个温家宝跟胡锦涛就说他要建设新农村，然后这个新华社就报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这个是他的网址，然后你进去之后就是他的那个网页。这个是清华社，然后这个是两会的这个标志，里面写什么东西呢？他说这个乡村两级政府的债务，平均每个县市2亿以上，那中国有2000多个县，所以乘起来就是超过5000亿。他说县这一级比这个还多，那我们就算5000亿，就是1兆10000亿。那2020财政部的这个统计哦，也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写的哦。他说有73%的这个县是财政赤字，然后赤字是占这个支出总额47%。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100块钱支出啊，你就23块钱税收了，77块钱是自然，这47%是这个意思。那2009到2010年就很多新闻在谈地方债务，这个是台湾的联合新闻网啊。这个是09年10月17号，他说这个地方债务恐怕超过5兆，我们刚看的才6000亿，对不对？然后过不了多久就变成1兆，刚刚那个看这个数量，这个2006年是1兆多了，6000亿变成1兆多，然后到2009年就说5兆。这个是3月9号，这2010年3月9号，他说还有那个叫做地方的投资公司有8000亿的不良贷款，跟我们来说这个东西。然后这个5月10号就说有什么地方债务有7.8兆，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一年利息6%的话，每年利息就是4400亿，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因为这个大概它的卖土地收入大概占将近五成，然后2011年就说有10兆，这个是地方债务啊，包括国债、地方债跟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债务合起来是15兆、16兆。那地方政府它是这样子的，它的课税现在已经收到税了嘛，所以它就卖土地。土地也有限制啊，因为土地好，土地卖就卖完了啊、哦。当然，他也可以卖回来，再收回来再卖啊。这东西就要动刀动枪的啊、哦，所以他这个不是很普遍。他没有土地卖怎么办呢？他就是跟银行要借款，那借款怎么办？他就说他要发行公债。那中央政府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地方政府不能随便发行公债，你发行公债要中央政府同意。所以这个2009年，他只同意了2000亿地方政府的公债，这根本完全没有用，这叫彻底背信。那所以他就地方政府就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卖土地，这叫土地财政；另外办法就是说，他就成立投资公司，他不能够借钱，他不能够发行公债，他成立一个政府的投资公司，这个公司去跟银行借钱，这个公司去发行公司债。发行公司债就像我们这边发行这个票券一样啊、哦，这样就等于发行公债一样。那这个银行就去买，银行把这个看成是地方政府的准地方政府的政府债。财政部说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公司，这个地方政府保证这家公司，这个保证是无效的。那以后是怎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就这样存在了啊、哦。那这个。这个卖土地的钱，2009年是卖了1兆4000亿的啊、哦，上海市就卖了1000亿，占上海市财政收入40%。上海算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它课税是比较多的。那你看那个课税比较少的东西，它几乎大部分是靠卖土地的钱。那这个叫土地财政嘛，这东西是没有还不能够救济，所以它的土地叫城市投资公司，这2009年共有8000家，其中县级的有差不多一半以上。那他们就去借贷，这叫城投债。这个是中国的名词哦，就是非常不一样，这叫城市投资公司的债，叫城投债。然后它的那个发行的这个余额是7兆，2009年是7兆，其中有3兆是当年发行的啊。那他还发行这个债券叫城投债。这个东西就是地方政府他没有办法，他就成立一个公司，用公司去借钱，用公司去发行公司债，然后来筹款。那怎么样付呢？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都是高利率啊，所以那个利息都非常高。那他们估计大概是每年收的这个收大概付利息就差不多了，每年正常的税付利息就差不多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债务就那个债滚债这样子啊。2010年已经到达10万亿，就10兆。我们刚2001年是6000亿，对不对？然后增加到什么几亿啊？然后现在增加到10亿。这个东西是，反正就这样子啊、哦。这个东西都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东西。那中国政府公布东西都是会收水的，不好的东西它都会收水。所以你把这个乘上二哦，大概是也算是正常的。乘上二三，大概是正常的。那这个，所以中国上很多问题啊。你随时看到一个人，他就整理说，哦，他认为这个中国要崩溃有几大原因哦。这边有个叫周洋，中国人啊，那个他就说中国有中国人不知道的那个浩劫啊。他列出12项啊，所以第一个是转基因食品，中国很多转基因的农产品，实际上那个东西是蛮可怕的。因为人哦要跟天狗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人是造出一个细胞的，那你要转那个基因哦，让里面太多风险在里面，有毒的食品、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然后城市已经快，那土地已经快那个被卖光了，政府马上要破，那机会继续提高，那出口可能会因为国外的景气的话，出口就会遭到困难。然后内需是很困难的，人口会老化，因为价格上涨，然后政府腐败，然后还有豆腐渣工厂，
这里面每个东西都是一大篇文章，我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我们讲到说那个六度食品，这个哈、哦，这个是中国六度食品还在国内，后来就输出到国外去了。这个2009年，那个纽约就发生就他报道说这个巴拿马有300多人啊、因为喝中国式的那个感冒糖浆死掉。然后这个芝加哥卖的这个冷冻东西里面是有毒的。洛杉矶的加州这个报道了，就美国有8000多只猫啊、哦，就是吃了那个宠物的食品死掉，后来发现里面有三聚氰胺。那个加拿大有报纸哦，你想这个中国人哦，到了美国去就想要做生意，但是他英文不好，他做一个会讲话的生意，两个，一个是开那个洗衣店，那个讲话非常差，另外就是开那个素食店，叫做 All You Can Food， 就是说吃到饱的了啊、哦，你进来反正不必点菜，你就吃到饱这样子哦，所以不必讲话这样子。那欧一点叫吃到饱哦，那个后来因为很多东西都有毒嘛，所以那个多伦多有一个报纸就写一篇文章，说就是强制付欧一点的币。你想想看哦，欧一点币叫吃到饱，欧一点的币怎么样翻译？不能吃，吃到死。那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什么东西都有毒，那官员怎么办呢？官员非常安心，为什么？他有特工，从毛泽东时代就有特工，就叫特工了、啊、特别供应部了。这个是那个叫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是在北京的这个海关的一个特工技术部嘛。那个南方周末去报道这个消息，说这个什么地方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都有啊，海关都有自己特别的容纳。他送的东西是没有毒没有农药，是有机的，专门供给海关的官员去吃、哦、他就报了这个东西，然后这中央部就非常紧张，下了一个指令说外南方周末报道这个海关特工蔡一事、哦、所以我们不得转载不讨论，凡是涉及国家机关特工食品的不良信息都按这个办法处理，不准报道。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北京共识，就是政府独裁，然后市场开放。政府独裁之后，因为这政府是没有节制的嘛，所以他就会政府就会使用他的公权力，在他可以赚钱，他可以有利益，他自己有什么地方，然后就造成这个软预算跟软执行。软预算就是说这个预算哦，不执行，或者说没有达到是没有关系。一般的企业叫硬预算，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亏本就倒闭啊，这叫硬预算。预算是会真的会限制你的行为。那这个中一般的政府预算是软预算，那这个中国的企业也是软预算，因为它也是政府的企业嘛。那还有包括软政权，就是说地方政府哦不听中央政府的话。因为中央政府讲一件事情，地方政府觉得有利自己，他就遵守；不利自己，他就不管他。所以那个中国的农民在维权，怎么样维权呢？他拿中央政府的公告去控告地方政府违反你的公告，然后有一个人把这中央政府的公告收集成一本那个小册子给农民使用，这个就抓去关，说那个有害这个社会安定，这样子。所以他们讲说叫做政变不出中南海，有人说中南海出不了力，可能就是事实上他的那个政权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的那个，跟我们想象说是独裁政府中央非常大权力是很不一样。那这个腐败是分三级啊、哦，个人腐败、组织腐败跟制度腐败。个人腐败就是说一个人有做错事情，把他抓起来腐败就结束。那组织腐败就是说，这个腐败是整个单位要撤掉，或者换这个单位的头，才能够把这个解决。等到制度性腐败，就是说单位跟单位之间互相勾结，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利用啊。那个，所以有人讲这个中国的那个腐败哦，他说就像一篮子的那个螃蟹，螃蟹不是那个脚都抱在一起，就是说你抱我，我抱你。他说你要把那个抓起来，就给个螃蟹会断手断脚。
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理解，就是这个已经到处，所以那个到制度性古代完就是斗争，我要斗哪一个人，我就先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再去找他的古代的这个人，一定找不到。这个是这个西小，又刚讲那个西小，他说这个各级行政长官都是在他接受商业周刊那个专访的时候讲的，他说对行政长官就像总经理，像是总经理，就是他企业化了哈、这个吴先生说他这个强调政府了哈、有一家王建是叫中国宏观经济协会理事长，他说地方政府是准企业的，我称这个叫做民营政府。中国哈、从1949年到1979年啊，叫公民企业，他所有的企业都是政府经营，包括那个杂货店啊、书店啊什么，全都是政府经营啊。那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啊，他所有政府单位都会像民间单位一样，就叫做民营政府，叫私有政府。本来政府应该是公民，政府跟市场在经济体面是两个非常对立的那个组织，这两个东西所要遵守的那个规范是完全不一样。市场就是要自由放任，政府呢就是要用宪法去绑它。宪法哈、都各国宪法都一样，宪法有人说那个宪法是用限制的限，就是限制政府的法律。它有两个部门，一个叫做人民基本权，一个叫做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就是三权分立，就是让政府各个那个行政、立法、司法互相能够治理。然后他规定那个人民自由的权利啊，如果你看中华民国宪法第23条吧，他就说以上讲的跟人民基本权利，除了什么危害社会公安点啊什么四个条件之外，不得以法令限制之。宪法是在限制政府的法律，因为这个政府是一个怪兽，你不把它绑好，它会伤害的。那中国政府，中国宪法是没有制度的东西。他当然写到一大堆这个人民基本权，但他从来不遵守。那所以政府就会侵犯到人民。那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规范政府的东西就是要把它限制它的权利，让它在非常小范围内去行它的职权。那市场就让它要自由放任，它才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效率。那现在是刚好相反，他过去做企业就按照政府方式做企业，你看做政府按照政府做企业，就像台湾一样，你有一家公民事业是真正赚钱的。你不要看说现在台电、中油跟那个台湾电器赚钱，你真正去算了成本，它一定是亏的。我保证，因为我的学生做过这三家企业，三家都是亏的。你真正把它算它成本进去的话，它就亏了。那其他当然就更多了啊、那所有的企业都公平，每个企业都一定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东风跟四流它会垮掉，没有人去打它，说它内部自己垮掉。那所以它以前是公平企业，改革开放之后它换成另外一个极端，叫做私营政府。它现在这个政府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它用公权力来赚钱，所以它会造成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检查、有司法，它有监狱，它可以枪毙你。它因为是什么？就是它就是搞笑，然后这个反正就是讽刺政府了哈。但是它到北京就被抓起来了，这个全世界政府都抗议，它还是不告他。就是这就是政府的那个千万人民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刚不是讲说经费高涨，经费还没有文理会用那么高。2001年，中国的预算公布的预算，它的经费支出是6012亿，它公布的这公共安全支出6244亿，这个占预算的超过这个东西，比去年增加14%。什么叫公共安全支出呢？中国有一个叫做维稳办公室。维持稳定办公室，那个维稳哦，中国讲稳定压倒一切，那稳定哦，不是社会稳定，是政府稳定，要维持政府稳定，不要被推翻，这样叫维稳。他维稳办公室呢，已经超过国安监会，所以有人讲说，中国人在国外是他的，他要对付他的人，他是让他军队有军队是要对付人民，所以他的敌人不在国外，他敌人是
是啊是啊，有个中国的学者讲说，他那个拆迁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叫微型土地战争，那怎么办呢？中国有两个路可以走，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改革，因为你从上面看，你可以看出说，不管是污染，不管是贪污腐化，或不管是其他任何东西哦，实际上都是因为政治关系，它没办法，它造成问题啊，像科学不多了，就贫富差距很大，内心为什么不多啊、都是因为政治在里面，在后面造成这个因素，所以它必须要政改。政改就是要有宪法，要有法治，还要有信仰。因为事实上，信仰才是真正维持这个社会人跟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的最根本原因。这从两岸之力在一起修理，他就这样讲。他的那个那个书就是他在《国务论》另外一本书上就在讲这个东西。其实信仰才是真正法律，实际上是广大很多你的行为，因为法律很多都有道理。那你为什么不会做坏事呢？实际上是因为你怕死活下地狱啊，这个是真正规范你的行为。所以这个经济学家研究这个信仰跟经济发展的关系哦，在美国他们就这样研究，就是真正信仰是对经济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那中国绝对，中共绝对不会做，为什么？因为这东西有可能还要下台。当然他是一定会下台的，那中共是不可能下台，为什么？因为他做太多坏事。中共从他建政到现在，中国人哈、哦，至少有一半直接间接受到迫害。他那个犯罪的程度他已经没办法善终，所以他只能够维持他那个政权，然后就看怎么样，这一代一代拖过一代这样，他只能够这样做。我们都知道那个蒋经国是让对台湾的民主化是有他的贡献，但是他什么贡献呢？他为什么会有贡献呢？就发现的话，他的子孙不行啊，所以他要开放以前，他就说蒋家以后都不从政，他必须有这个认识，他才敢做这个事情。那中共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所以中共会做任何东西。只要对他维持政权有帮助，他都会做，包括对台湾好、对台湾不好。只要对台湾好、对他有帮助，他就对台湾好；对他不好，对他政权有帮助，他对台湾不好。他不会有另外一个想法的，他完全为了他政权，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那他就不会下台，所以他肯定不会做政府。那不会做怎么办呢？他就是压制啊，压制什么？压制国内，压制国外。在国内就是思想压制。他让所有自由思考方式，他要是民间会影响别人的那些民间人士，包括像律师、维权律师、像艾薇薇、像法轮功，因为这东西会影响到其他人，然后最后就压制人民，就是威胁者他全部压制。在国际上，他也压制思想。他为什么要收买台湾媒体呢？他为什么要收买这个国外的英文媒体呢？他为什么办孔子学院呢？就是在思想要污染你的这个思想，然后他没办法容忍台湾，因为台湾是他的对比者，台湾存在就让他好像这个猪八戒照镜子一样。他说也是中国人啊，也是华人啊，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呢？这东西他没办法接受，所以他要把台湾的这个民族政治消灭掉，这个是他没办法的选择，他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根本的威胁是美国，所以如果你听到那个中国那个军人讲说他要跟美国打核战啊，你不要以为他开玩笑，这个东西就像当时日本去透视珍珠港是一样，他必须把那个真正他的敌人打败，他才能够回家。就是他们真的是这样想，他已经做到一件事情，但他这样想，这个是必然的，所以他就压力过，因为他的压制哈、啊。总是会爆炸，那他就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是政治的政权的稳定，不是社会的稳定。但是中共跟中国人上有点改变。这个我最近在看陈秀熙，主要叫七字数，我其实不认识他，不过有人说我都会看。他就讲到说，他不是那个文革说他到中国去吗？他那边生小孩，就是后来去上小学，然后。他小孩子就跟他朋友在那边比赛，说谁骂人骂最多了，就说谁是坏蛋的样子。骂完之后，他发现他骂输，他要狗血。突然想到一个人，
还没骂到，就把耳朵，他就把耳朵分担这样子。他的同学回去告诉他妈妈，两家紧张的就对了，快要天塌下来。因为那时候只要你讲毛泽东一百万，马上就变成是反革命分子这样子。那后来两家就说都不讲啊，那两家变成是这个攻守同盟，因为两家就变成是，所以最后谁就有罪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要骂这个中国或骂毛泽东哦，必须关起来，在最后里面才敢骂。但是现在这个人叫做方冰清，号称黄国强师傅，是中国邮电大学的校长。他在那个5月19号到武汉武汉大学去演讲，那个所有的网民就开始讲说这个家伙，人家我们要怎么样去制裁他，然后就提供各种奖励，说有人对他动鸡蛋就奖励多少钱这样子啊。网络上讨论非常热烈这样，然后那天去的时候就有人丢鸡蛋，没有丢中，然后有人就把那个拖鞋就丢到了，那再丢第二次就被人挡住了这样子。那后来这个方冰清就问那个武汉大学的接待人说，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学生要干这种事情吗？你为什么不防范呢？那武汉的那个接待人员说，我不知道啊，我们就上网去看啊，但看不到任何东西啊，因为被你的这个当黄老强挡住了。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丢拖鞋这个人哦，后来他就要离开哦，那个校方跟那个安公安员就来抓他，同鞋把他保护，让他安全离开。你知道吗？这个1989年六四之前有三个叫天门三君子，就是于世坚、易东烈跟那个鲁德人，他们就用那个墨水丢那个毛泽东的这个像啊，把他弄黑了嘛。这三个人被天门那些人抓去给，但是变化有多大？那个时候是这个认为反政府就要跟那个政府去抓，去给政府去处理这样子。现在丢这个人是保护他安全离开，就整个人民的这个想法跟那个做法已经是不同。后来就到这个地方，这个是我对中国的了解。那我觉得再讲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会变，中国经济是非常强。那这个中国人是在哪在改变？我也不想没有问题，那还要有两分钟。我们叫做，咱来家庭讲人民币哦，那个币钞两个人开始打架了，啊打架了结果币钞怕输了。人民币换洋，他将来啊会出去的老大说人民币，不会有人民币的。人民币不可能打赢的啦，他是这样子啊，这个，这个历史上有个点叫做铸币钱，比如你进会当印钞票。哦，就铸币的啊，铸币里头，我们是讲一般就是一般那个硬币，但是它就是印钞票。政府有印钞票的权利，这个印钞票权利是政府唯一的权利，就别人更不能有这种印钞票。这东西是在合理范围内啊，政府光印钞票可以维持它一定的收入，因为印钞票本身对经济是有帮助的。你另外无钱，你爱乌胶万给别人就帮忙了。所以一定爱有关那个货币交易媒介嘛，这个对经济是有帮助的。那政府印钞票是有利自己又有利市场，这是非常非常少的政府做的事情，有利市场的事情。那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个叫国际通货，叫国际货币，就是美国。美国印美钞哈，有像政府印钞票那样对经济好，对它好。有那个功能，所以只要美国印美钞在合理范围内哦，它可以有机生存，它的利率大概增加个3%、5%的美钞，不会出事情。美国当然现在印太多了啦，啊，
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是这个，因为它是国际货币，所以美国就像全世界的政府一样，它当然没有那个政府的钱，但是它货币哦，印美钞哦，有点类似政府在管这个它国家的那个政府的权力一样，这东西是很难取代，它可能被欧元取代，绝对不会被人民币取代。因为你要取代这东西，你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这个国家要是是那个陆钞，有东西出口要比进口要少，那个钱才会流出去。有东西为什么钱流出去？就是说我去买东西，那比我卖东西要少，所以你拿到的美钞会比你给我美钞要少，所以你才总共才会美钞。那中国是出钞国家，它那个钱是流不出去的。然后中国所以无可能甲美国拍赢啦，哦，这是一点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像现在大家对中国慢慢认识啦，中国没有信用，中国那个因为货币是叫做信用，是一个货币就是本来现在的那个叫做信用货币制度嘛，就是他以上你拿，他现在给你不够换那个东，不能够跟中央银行说我要换黄金啊，他不会换你的。所以他要有信用，人家才会接受。那中国实际上信用是非常差的，所以你要那些小国家跟你说合作，像什么越那东南亚一些国家跟你合作，那是可能。但你要大国家跟你说，人家不接受。然后现在如果美钞被打败，中国受伤最大，因为他有非常多的美钞，所以美钞如果价格下跌，那是他受伤是很大的。所以这在这个货币战争之下，中国是。我看不到他有没有机会。没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哎，各位同学，我的同学，我了精彩哦。加油！辛苦。那么讲，一些特殊现象的时候，咱不管台湾的中国人，还是台湾的这闽南啊，哦，被统一过。哇！在座各位讲的拢对吼，咱呐也着听演讲，啊，咱哩很多台湾人着听演讲，就唔敢是要去遐投资，啊嘛唔敢是要去遐甲人抗议啦，哦，啊咱嘛希望讲，在台湾中国人拢来听演讲，就唔敢搁强调抗议，啊因讲抗议有些偏啦，偏邪教，哦，所以今天的演讲，咱个再次。精彩一下，大家起！敬礼，谢谢老师，回家，回家。就咱就来做一道食饭，啊，请张教授跟咱两个食饭，啊，大家有问题食饭上，咱都解决。啊，下晡点半上课，点半上课吼，谢谢各位，谢谢。啊，要不然你控制双倍，你控制双倍。
奉献全体嘛，所以就是讲，你准备好一个一个一个做事，啊，你变那个看到这道感受，我就放下。我主要就是讲，我各位都在吼，感谢这些在听的，啊，我这里感官。Thank you.